望，让桃子满身心疼不舍。这个故事呢，我会希望电视前面观众朋友你们要留下来听哦。身为一个妈妈，我会非常的生气哦。你有签给一个训练你的人？哎，对，什么都是安排的很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练歌的时候衣服越穿越少啊。最后他还有再进一步的，就是要求说看能不能就是直接不要穿练歌会比较好一点。